出国回来的时候不可以携带蔬果还有肉品，这是为了防止国外的植物疫病虫害会入侵我们台湾，而且呢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农业和一些生态环境，所以呢这个时候检疫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了。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到检疫的第一个防线去看一看，到底检疫工作是在做些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舶来品，不管是吃的、喝的，甚至是观赏使用的，要漂洋过海到台湾，有几个主要管道，那就是海运、空运、旅客携带以及邮包输入。当空运货物下到机边验放舱后，检疫人员会先对检附文件进行审查核对，并且将每批货品都取样检查，看看有没有虫虫或者是病害。像这批货是远从荷兰来的花卉。 检疫人员就必须一一抽样，先置于检查台上做初步的检查，必要时再送到防检局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离鉴定。不过可别忘了，入境旅客携带的行李也是可能传入危险病虫害很重要的管道。今天我们就特地来到中正国际机场来看看，除了 X 光扫描之外，去年机场还增添了两位检疫生力军，那就是检疫犬 Lucas 和 Dalton。 这只检疫犬叫什么名字？它的名字叫 Lucas。 Lucas 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派到美国农业部的那个检疫犬训练中心，那边我们去接受那个训练，然后跟他搭配一起训练，然后结训之后，然后回来服勤的。哦，所以它是一只美国狗咯。对对对。你在那边跟它要成为一只优秀成功的检疫犬，可是要在美国接受10个礼拜严格训练才能够结训呢。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 目前世界上也只有5个国家在边境港口机场使用检疫犬执行检疫侦查的任务，其中包括了美国、纽西兰、澳洲、加拿大，当然还有我们台湾。而且每个国家大多选用米格鲁种犬担当检疫犬。因为在国外的经验，他们挑选这一种狗的原因就是说，米格鲁它的体型比较小，是小型的猎犬，然后它这样体型比较旅客不会害怕，对，因为它。 的外形也蛮讨喜的，所以也比较小的旅那个小朋友还是旅客，我们去侦测的时候，它不会吓到人家，不会比较亲和力比较大。对，检疫犬 Lucas 和 Dalton 是中正机场有效率的检疫尖兵，快5岁的 Lucas，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帮检疫人员仔细搜查入境旅客非法输入的水果和肉类。那一天要工作多久啊？ 就一句美国那边训练中心，他们建议是说一天大概最多4个小时这样，然后我们就在这4个小时中，然后挑比较风险比较高的飞机来侦测这样，像从大陆经过香港、澳门回来这些旅客，他比较会带他的那些农畜产品这样，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外劳他们，就是泰国那边、菲律宾，他们会带一些东西回来，对，他们当地的农产品都喜欢带过来，对，所以他检疫的工作主要就是去闻闻闻闻闻这些行李的味道，对，那我们现在可以让他带我们一起去看他的工作的情形吗？好 ，OK，Let's go，Let's go。哎，才刚说完，他马上就有所斩获啦。这个刚从大陆来台的旅客可是装满了一整箱的干粮农产品，结果当然马上就被发现喽。这里有吗？如果你有携带卫生报检疫而被查获动植物产品，可是会被罚新台币3万到15万元，或者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护照麻烦一下哈。 现在就是检查到了这个水果要怎么样处理它？对，我们就会因为这些水果是不能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请旅客就，我们会帮他销毁掉。对，然后我们开一个处理的通知书给他，然后就注明这些水果肉类是依照我们动植物的相关的规定，是依规定不能带回来台湾的。对。水。
你看，被检查到的这些水果、肉类，可是全都要被丢到水果弃置箱里销毁。所以啦，千万不要贸然闯关哦。很多民众都对检疫犬感到好奇，甚至没有亲眼看过。其实啊，一直到近两年，检疫犬才正式的被引进台湾。小姐，你知道我们就中正机场有这样子的检疫犬吗？知道，你本来就知道啊。对对对。那这是你第一次看过，还是之前有看过？之前在香港有看过。之前有遇到过。对对对，很聪明哈。检疫犬有看过吗？哎，刚刚电视有看嘞。没看过，啊你头一盖度对吧？好可爱哦。看他乖乖坐好，眨着圆圆大眼睛的模样，可别以为可爱的 Lucas 是在跟你玩一二三木头人哦。只要啊，他在你的行李里面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他就会坐在你旁边不动。接下来啊，最好坦白，否则就要倒大霉啦。哇，现在很厉害的检疫犬 Lucas 已经非常灵敏的，立刻就闻到有水果的味道，那是两颗梨子，立刻就闻到，而且他就是站在这里就是不动了。他现在就是找到的反应就是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会问他休命，他会去捡这个行李这样子。然后他有找到水果、肉类这些我们要训练的东西产品的话，我们就会拿我们的零食给他奖励这样子。哇。狗狗的嗅觉能力比人类要好上500倍，难怪这 Lucas 侦查的结果几乎可说是百发百中。不过除了旅客携带的行李有聪明的检疫犬把关之外，空运进口的货物也都是要经过层层检疫把关哦。是哈，主要是针对中正机场空运进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那我们针对临场检疫有拦截到有害生物，或者是说这个作物它本身是属于高风险性的作物，我们会给它做临场的取样，然后送到实验室，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培养跟侦测。只要抽样检体一送到实验室，检疫人员就会参酌输出国家病虫害发生的情形，进行分离、培养与鉴定工作。有时候像这样把抓到的小偷渡客先关起来，静待个7-8天，等它孵化成熟探头之后，才能够验明正身，判断到底是哪种虫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纸型品里面有非常非常小的虫子，都是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吃水果的时候看不到的。那这些虫子都是我们同仁在临场检疫的时候从显微镜里面把它筛选出来的，然后确定是对我们植物有害的虫子，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实验室，然后来制作玻片做进一步的侦测。有时候一只小小的虫子用肉眼是很难察觉的，这时候就得用这个照妖镜，也就是超高倍数的显微镜。你看小虫虫马上就原形毕露了，这样详细的观察就是要抓到这一只只非法的偷渡客。像这个就是从智利来的油桃哈，那这里面的虫子它都藏在这个果萼里面，那这是由美国过来的草莓，那它的虫子都会藏在这个花萼的下面，或者是缝里面，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可别小看这虫虫，不严加管制的话，它可是会造成农作物的畸形，甚至毁灭性的虫虫危机哦。而且啊，还会增加农民经济生活上的负担和损失呢。就像92年哈，我们从美国进来的苹果拦截到苹果肚蛾。那苹果肚蛾人吃了并不会怎么样，只是增加我们人体的一些蛋白质而已，但是它对我们农作物的影响却非常的远，非常的大这样子。那尤其是现在拦截到的一些虫害哈，像螨类、蚜虫，它都是非常的小，那它可能十几天就会有一个世代。好，那有些甚至是孤雌生殖。那所谓的孤雌生殖，就是它只要有一只，母的就好了，并不需要公的，它就可以一直繁殖下一代，然后就会造成很庞大的数量。然后如果一旦进来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台湾农业的危害。实在是太恐怖啦！虫虫会不断的繁衍后代耶。如果这些小偷渡客一没管制好，他们就会很容易在台湾落地生根哦。真的多亏了检疫人员严密把关的辛苦，福寿螺、小花曼泽兰这些影响生态平衡的危机才能渐渐的被摆平。至于这些进口携带有虫虫或病害的蔬果和植物该怎么处理呢？那就要经过检疫熏蒸处理程序才能够安心予以放行。一些蔬菜、水果和花卉如果检疫出有害生物的时候呢，送到这里来，我们就用溴化钾网的药剂来处理。
那嗅外搅拌主要呢是很快速的能够杀死这些有害生物。那处理完之后呢，这些药剂呢在空气中很快的就能够挥发掉。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熏蒸药剂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熏蒸过后，短时间内药剂就挥发不见了。而这熏蒸方法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灭虫方式。除了空运使用以外，海运的货品携带病虫害也会使用熏蒸方法来确保安全。等等，我们就带您去遨游基隆港，看看那边的检疫情形。注意哦，以下这些动物类产品是禁止输入的：一、来自动物传染疫区的；二、经由动物传染疫区转运的；三、来源不明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四、没有主管机关发给的有效输入文件的产品也是不能输入的哦。一艘大船入港，这里就是鼎鼎有名的基隆港。除了植物的检疫之外，也有动物的检疫哦。其实这动物检疫对象包含的可不只是一般的活动物，连生鲜、冷藏肉类还有肉类制品，其实也都是动物检疫的一部分。为了要杜绝国外恶性动物传染病的入侵，并且维护国人的健康，所以啦，台湾对动物的检疫可是相当严格的。你知道这一只只数量庞大的货柜进港之后可得经过多么缜密的检查吗？我们首先呢，这个国家呢，它必须是我们农委会所公告的非疫区，然后呢，他们要提出申请，他们的检疫官方跟我们的总局来提出申请，然后把他们的准备要过来我们这边的工厂的一些产品还有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送到我们这边来做审查。那经过我们审查之后，我们国家会派人到对方的国家去了解，去查厂，看看他们的屠宰场还有冷冻厂跟那个冷藏的一个仓库，看他们的整个硬体设备跟他们的软体设施。那如果有符合我们的这边的规定的话，那我们呢就可以就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允许他过来我们国家这样。不过光是到他国实地 check 还不够哦，到了台湾之后，检疫人员还要逐批实地的去检查这批货物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瞧，这货柜上的封条就是为了要确保货物是原封不动的从输出国直接来到台湾，没有被动过手脚哦。你看一下，我们后面呢已经有一位检疫人员在检查这边的货柜了，我们赶快去问一下他们现在在干嘛。这位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对什么东西啊？我要核对哈，这个货柜它是从美国进来的那个鸡腿，要核对它上面的这个货柜里面的货物是不是跟检疫证上面相符。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它的那个检疫证上面的号码，因为它每一张检疫证就好像是它一个身份证一样。然后看到检验上面的号码是不是跟箱子的号码一样。好，除了核对编号，还要再看看货品的制造日期、输出国官方核发的动物检疫证明书，经过一项项的详细审查来确定这批货物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啊，我站在这里啊，一下子就好冷哎，这里温度有几度啊，这位大哥？因为这个柜子是冷冻柜，所以一般是在-18°C到-20°C之间。嗯哼，好冷。那你会上去那边工作吗？还是都只站在门口而已？我等一下就要上去了，你要不要跟我上去看一下？等一下就要上去，好。那我要体验一下冰天雪地的感觉。好吧。来。哇，好冷哦。
为了防止有些存心不良的商人进口时会夹藏检疫风险高而且较高价值的违禁货物进来，所以检疫人员们就要像蜘蛛人一样爬到货柜里对货物做详细的检查，一年四季都过着这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不过啊，真的是刮个被戏快受不了了，我还是先走为妙。这动物检疫还包括这些活跳跳的可爱小动物哦，你知道他们要经过多少次的检测考验才能够允许来做台湾的客人吗？当动物从国外空运或者是海运进来的时候，在机场或者是在港口的时候，我们检疫人员会那个登机跟登船，然后来做检疫，然后看看动物在健康的状况是不是良好。那另外我们会审核它的书面的资料来做核对，之后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押运到动物隔离场，然后做隔离检疫。那在隔离检疫的期间呢，我们也会注意到它的健康状况，然后呢也会做一些诊断的试验。如果这一些都没问题的话，隔离检疫期满之后，我们呢就可以就是让它放行了，然后还会再通知那个防疫单位，请他们再做追踪检查。这套就是海运的检疫情形，不过还有一种运输方法，你还记得吧？邮包是怎么检疫呢？等会儿来看看。哪些植物产品是禁止输入的呢？一、旅客携带的新鲜果实；二、土壤还有富有土壤的植物；三、活昆虫或者是有害生物；四、来自植物疫区的植物产品；五、经由植物疫区转运的产品；六、来源不明的东西，当然也是不能输入的。空运、海运检疫工作的层层把关，不过可不能让邮包的检疫成为漏网之鱼哦。我们现在就去邮局看看，他们是怎么对邮包里的不合格动植物产品进行检疫。邮包要先经过海关的 X 光扫描，一照，你里面包的是什么，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在荧幕上如果出现疑似动植物产品有问题的影像，海关人员会进行初步的拆封检查，如果是有关于动植物检疫部分，海关人员则会盖上请注检的章子，交给防检局做进一步的查验检疫。动物邮包检疫的部分呢，大概我们是看它的来源，大概分成疫区的还是非疫区来的。那如果是疫区来的话，动物的产品是不准进口，那如果是非疫区的话，也要随着这个物品有那个输出国政府开发的检疫证书，那我们再核对检疫证书和它实际上寄来的品名啊、成分，那还有一些重量，还自己啊，我们还要看它的那个做目视的检查，那没有带这个疫病进来的可能，我们才会给它放管。以这个例子来看，这是一个那个 pork sausage， 就是猪肉的香肠。那我们看它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来源啊。那这个邮包是由香港过来的，那香港目前还是那个口蹄疫的疫区，那所以说它的产品就是来自疫区，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这个是不能进口的。这样虽然邮包那么多，但是检疫人员检查起来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哦。你看，像这已经包装好的东西，也别想蛮混过去。植物检疫当然也是一样重要的，只要是从禁止输入疫区国家来的，一样都是谢绝进入。能够过来台湾的植物产品，这张植物检疫证明书可是不能少的。
植物哈、哦，一般来讲也是，如果说它有检疫证，像这个罗旺子啊，如果它有那个输出国的检疫证的话，这个就可以进来。但是我们会请这个就是邮包的主人来到我们这边来办，如果他有检部那个输出国的检疫证，我们就可以放心；如果没有的话，还是不能够通关，对不对？那目测如果发现有小虫子在里面，那就不行了，那必须要做一些检疫的处理，看是消毒熏蒸这样子。啊，如果经过消毒熏蒸之后才能放行，对不对？因为有虫子的话，它会进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还是把关不让它进来，就对。不过，光是只有证明书的保证还不够，我们的检疫人员可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行哦。首先，他必须要从那个他输出国啊，比如说他从美国寄的话，他就要美国政府签发的植物检疫证，然后那个邮包寄到台湾来之后，海关会通知我们来检查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检查确定没有病虫害，然后再根据他所检附的那个美国的植物检疫证，我们审查他的书面资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根据我们检疫的结果还有他所附的资料，我们开一张那个输入的那个检疫许可证，然后他再凭这张输入的许可证跟海关哈、哦、去提报申领，然后把他这个从美国寄来的这个邮包领出去，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有输出国的检疫证，然后再经过我们这边检疫结果没有病虫害，那他这个邮包不管是种子还是植物产品，这样子都可以通关，没有问题。如果检查到不合格动植物产品的话，那怎么办嘞？那就要请你到邮局走一趟，填写邮包退运申请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这个邮包喽。填写了放弃书之后，邮局就会自动把你的邮包做销毁。检疫作业、邮包检查，不管是陆运、空运、海运，都是经过一层又一层的严密防线。检疫人员一次又一次的把关，才能维护台湾美丽的生态环境。你希望以后看不到美丽的森林、美丽的河川吗？为了不让自己因为好奇或疏忽导致自身利益损失与生态环境的伤害，现在了解了检疫作业流程与重要，如何身体力行做好一个守法的好国民，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这礼拜的好康报报告诉您，从即日起到4月22号止，欢迎参加农粮署的署徽甄选活动。规格是以 A4 的纸绘制10公分乘10公分的标志。更清楚的办法，请查询 www.pdaf.gov.tw 或电洽0492332380。2004年的假面艺术节又要来了，从即日起到5月23号止，来苗栗的香格里拉乐园有欧洲假面风情、世界假面展、台湾脸、千面迷宫等主题的各种不同的面具展，欢迎您前来参观。拉拉山桃花季艳丽登场喽！从即日起到4月22号止，只要你平日来，这里的风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哦，欢迎您前来这里上山赏花，顺便泡泡汤。今天晚上7点半有一场钢琴王子陈冠宇的演奏会，用音乐治疗结合古典音乐的演出，带你进入陈冠宇的音乐美乐地。